这里开始最危险的地方，对吧？这里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因为后面水壶都是要放到它的通道。我之前好像看到有人撞起来了，重一点。大的有动，这个点点的没有动。在洗头，是靠拖还是靠你洗？靠也较省嘛。就像即马，即马看讲要准备倒
多。啊，因为用个东西，即马要加这个新的，是来打工，来看下有几多。诶。他两个，他两个有什么作用？他辅助，他一艘是这艘船，船代指派的拖船，一艘是辅助他靠火。助。他有拉他吗？啊，他有拉他或顶他吗？有，他有顶他，他有顶他。没有，他那个船的旁边不是有写那个 T， 那个就是那个 tug 的意思，拖船顶的位置。哦，就是顶着他，前后两个都是顶他。对。所以顶他，他看什么方向？哦，他如果要转的话。所以他现在是不是在顶他了？对，他在顶他。我现在就是要靠泊才顶，是不是？也不是。航道，等让他保持在那个航道了，就是因为那个有深度啊，他的这种太大艘吃水的那个，太深，他会搁浅黑啊，怕他跑到太浅的地方。所以他。我现在不了解，我刚才他转弯的时候，跟这两招有没有关系？大船转弯，大船要转弯的时候，我刚才只有线挂在他里面就有关系啊，刚在外面有、哦、到这边，所以到现在才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只是要辅助他靠停泊嘛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两招就是因为越里面怕他的每一艘船的吃水不一样、而且这航道有比较深比较浅，怕他太浅了。所以要让它保持在航道上面。哦，走的时候进来就是要让它保持在航道，不要搁浅。不然都太边边或太浅了。哦，因为这个会淤积嘛，有一段时间、所以他们一定要去知道那个深度。哦，要挺的时候，它就会去顶它，是不是？好像它现在就在顶。哦，对啊，刚刚是没有。哦，就顶它要顶那个码头，那个叫码头。行。我这边长隆的，那边中原的是一边没有看到。不过中原那边头也对，哦是的对。啊，伊第一个客运站，因为伊所属的码头有船啊，伊未清净。哦，伊先等下会当入边，较入边。嘿，啊，伊今仔日下，今仔天日只，明仔载就会只出去啊，无搁入边啊。啊，只会当下就对了。嘿啊，拢会当下啊。啊，这个。那应该冇租伫遮个吧？应该冇租一块伫遮吧？有啦，一定有啦。啊，无你着甲其他经商，因若无满会当调度。因迄算是同个联盟，伊着会看做伙啊。伊着先帮你写嘛。啊，有诶入这边，有诶是入基丁迄边诶。基丁啊，较细只。哦，遐是细只，大只即摆一定无伫遮。大只，像伊只这四百，这礼拜就一定爱有遮。哦。啊，无一定食水无够，用浅的。搁浅的遐，你着免。你拖袂行吧？遐大只那大只。种四百的来到离港口就爱四只。四只多啊，四只干阿烧的啊。四只嘛三。系啊。骗你哦，等下卖掉也是偷掉的惨哦。有可能是安尼啦，一只靠步，啊一只要做伊的，伊若有骗过这种，骗个幼条的。较傻个，啊无伊这大只，有当时伊要洗，你若含到，因为你伊个这定会粪沙嘛，你若去互骗，你若要食着有条的。我大只细只，我拢会翕啦。啊，山中我嘛会翕啦。你有兴趣对吧？有啦。啊，我像我可能我家己频道顶管。哦，啊，你 YouTube 你有咧经营个对吧？嘿嘿。专门翕船啊。嘿。来只3000几只。